Hello，我们今天来吃高粱饴，这个是蓝莓味儿，这个是糯米纸，这个是上面的米淀粉，哇，还有小时候的味道。我嘴里这个是冰糖雪梨味，这个草莓味，拉丝也太简单了。再来一个柠檬味，这上面是玉米淀粉，拉丝成功，这个柠檬味的好吃。有一种酸甜的感觉，又酸又甜。再来吃一个哈密瓜味儿，好吃。